知道吗？根据行动过程理论，人在采取行动前要经过四个步骤：一，没意识到问题；二，发现问题，但没有参与；三，参与，并考虑解决方法；四，决定行动，但是没有行动。而我，在面对你的时候，亲爱的抖音宝宝，我直接想到了最后一步，采取行动。节日快乐。